就是上班下班时间，反正是就说是去了吧，咱也不知道，就是一站又问不出啥来，就光觉得不得劲了，就这么的事，一下就这么就上院来了。目前哈，这几位病人哈，生命体征啊都比较稳定，这个意识状态哈全部都清醒，只是哈一些就是仍然哈就叫做乏力、头晕、恶心、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。下一步哈，根据这个病情需要调整这个治疗方案，争取哈让病人哈尽快的恢复。